杜子峰，怕老婆？没有，我只是还不知道怎么拿捏分寸。喜欢一个人需要勇敢追求他。亚诺，我要定你了。杜小姐，我跟你不会有幸福跟未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男人。你在保持距离？当然不是，我只怕人家以为我在心动。他不要东西，我的是我哥吧？每周六日晚间8点到10点，未来戏剧台，爱上哥们。